师父正在救人，你不能进去。我是五毒教的，郑重东我认识。让他进来吧。我只是想救人，不想让教主知道我泄露五毒教的秘密。你出去吧。是。 这就是七杀，花开七朵，神仙难救。你的这位朋友已经吐了五口血，开了五朵花，毒气已入心肺，就算我给他刑针，也无法阻止毒气的上升。那他会死吗？你不是五毒教的吗？你没有解药？ 没有，我只是在护法那里听说过。其实此毒可解，我有一株星宿草，正好与它相克，只不过要冒一定的风险。那就劳烦神医，试试看吧。 出言提醒，神医的面就交代在你们手上。我们只想取药东西，并不想伤人，请诸位饶我们一命。在场这么多高手，若是把你们都放了，颜面何在？杨少侠，杨少侠，救我！救！两匹马，我若三个数，如果我还见不到马。 就一刀割落他的喉咙。一、二、啊！别！岳公子，岳公子，岳公子，别伤我家老爷！岳公子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别骂。 见到有刀刺，你先把剑尾折断。啊！
你千万不要！我和逸晨，我已经拿到化钱草了，也不算没有完成任务啊。主子，你不要忘了，这个人是要你命的人，他不会跟你讲这些道理的。可是我是你的主子，你必须要听我的。 主子，那你不妨想想，我们接下来怎么脱身？回神府，咱们回神府。慢走啊！对不住啊，让人守心了。人平安就好，我马胖子也不会什么功夫。那人又有了身孕，就先行告辞。实在抱歉，好了。走走走，只要你听话，安安分分带我们离开，我保证不伤害他们娘俩。